65节，塞斯对买房的建议：高地、面水、小花园。前情摘要：塞斯预言出的毒品丑闻案在6月24日被验证。由真家猫与虫的互动游戏中，塞斯展开了教学引申，讲解了个人实相与群体实相的交织，个人与个人间的差异，不同物种各自营造自己的实相世界，甚至两性在营造各自实相时都有着显著的差异。每个人都只活在自己营造的实相中而不自知。意识体彼此间通过意识波共享同步区域内物质相的信息。如果你忘记了某物，那它就会从你的世界中真实地消散掉，而当你想起来后，它又瞬间被营造了出来。信息共享时，有时被传递的信息并不精准，这导致不同的观察者各自看到不同但类似的东西，可是大家都默认对方就是看到了自己看到的，并相谈甚欢。